陶星辰过了这么久才拿出他的放弃国籍声明书，然后呢还说我们大家都是恶意诽谤，但实际上我们只是根据黑熊学院他们所进行的一些工作，那还有包括这些预算分配下来之后呢，每一个人只能领到少少的200块，这是基于基本的数学，陶星辰竟然说我们是恶意的抹黑跟污蔑。那我们就想问陶星辰，你说要捐30亿，现在到底捐多少了？如果你还没有捐完30亿，就每天夸口其词，那这不是难道不是一种诈骗吗？那希望呢，曹星辰要发言之前，先把你说好的30亿捐好捐满之后，再来跟我们讲这些有的没的。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？再跟大家介绍，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所以呢，它比较温和。怎样？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，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。好，但是呢，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，很安全。好，那怎么买呢？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，好，就可以买到。